要十二点，对。泰式凉拌，我现在很想吃。快快快！哇！慢慢的，上面添加了灵魂，丰富感。你把灵魂给弄掉下来。哇！里面呢有虾子之外，还有我烤的猪五花，我把它摆在。我们自己烤的那个猪五花肉，用气炸锅，不加油，直接丢进去就好了。哇，直接听到，好脆哦！你牙齿会坏掉吗？它是脆，不是硬。那它那个皮你烤到像饼干一样，像烤面，很泰式。比较清爽的那个豆芽菜啊，生菜、没生菜、番茄、洋葱。这道菜算你发明的？自己创，我加了猪五花。但这个其实本来就可以加你想要的青菜。想怎么加？洋葱跟番茄。跟香菜它是灵魂，是必加，其他就随便你咯。然后最重要就是有那个泡面的酱就好了，然后挤一点点柠檬汁，这真的很划算的，这一包面才14块。对啊，全面买得到。太神奇了，皮也做得超脆，好可爱啊！这人的头手都大。又拿在外面画画。藏虾在，你藏虾在下面，哇！泰式啊，你那有虾子啊？我下面是牛肉鸡，哦，爆炸，好，刚有哦。小朋友到一个程度就很喜欢画画。虾真好吃，我的猪肉哎啊，太惨！当然可以放小卷啊，或泡去那种海鲜。嗯，海鲜其实也蛮适合的。酸酸辣辣的样子还不错。如果你真的要放肉的话，建议放猪肉，比较大。对，
嗯，它脸怎么变橘色？那不是橘色。那什么？脸呀。哦，是脸。啊。这个颜色。哦，粉红色。不是，肤色。夏天那外面如果今天蛮热的，就可以吃这一道。要再配冰冰凉凉的白酒。对，而且因为我觉得会加了蛮多的蔬菜下去。它配那个鸡丝也很好吃哦，大家也可以做鸡丝。哦，凉拌的那种感觉。那你要小心，不要再涂那边，那边破掉。我觉得鸡丝是凉拌鸡丝也很好吃。其实分量不少。做两包面。我好呀。再一个。和洋葱啊，豆芽这样子配起来，豆芽下去增添很多那个感觉，好像很多面筋呢。它就是里面夹杂很多那个豆芽。豆芽装自己是面就对了，然后每一口都是那种很清脆的声音，就非常有口感。是不是很多蔬菜？它又有洋葱，所以咬下去都会有那种一直有爆的感觉。洋葱它太辛辣的话，大家可以先。泡冰水，先泡一下。这肉肉嘞，我的肉肉嘞。你吃啥？好。我觉得配猪肉我很喜欢，配那个烘烤的五花肉还蛮喜欢。大家拿来做这一道，我觉得夏天蛮清爽的哦，好吧。